从1965年我到上海来演《红灯记》以后，至今已经快20年了。这20年的时间呢是很长的，可是呢，我始终是向往着能够再到上海来演出，因为我知道上海的观众是非常热情的，而且呢，上海人民见多识广，这个艺术欣赏水平也非常高。我听很多老师给我们讲啊，就是很多前辈艺术家呢，像四大名旦啊，他们的成长和发展都是离不开上海人民的抚育和培养的。因此呢，我也特别希望能够经常到上海来，得到广大上海同志们的帮助，使得我的艺术呢不断的进步。下面呢，就请大家看我和夏颖泉同志合演的《燕燕》。来来来，快快请坐。
若不是大姐大舅，只怕是与岳为奴，而不得你我同病相怜，情同知己。哎，你我还有什么上下之分呢？姐姐，你当是不是呀？是啊，不是呀、啊哦。来来来，快快请坐，坐。好。
快到琵琶对牛弹琴，你怎么是对车子弹琴呢？那牛吃草去了，不就剩下车了吗？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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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实在是聪明，这是啊，哎，环保你一听就懂。公子，我真的听不懂。哦，我明白了，像是我这诗啊做得不好。八点了，公子，我听也就是了。哎，近了点才是。啊，爷爷，来来来，快拜天坐。我先也从一遍你听。燕子来时，春色满。
来了。爷爷呐、啊，爷爷，你好狠心，你好霸气哦！公子，爷爷，我跪到这三几天，总算把你跪来了。公子，我是奉老夫人之命给你送被子来的。送什么被子？冻死算了。公子，您这是做什么呀？我做什么你那心里明白，当初你救我一命，如今又害我一命哟。公子，天色不早了，你快歇息吧。怎么，你答应我了、啊、谁答应你了、啊、爷爷爷爷哪爷爷，大大吉祥！
台布置、演员阵容到节目编排，我们都能看到这次交流汇演活动凝聚了京剧界人士共同的智慧和心血。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还会播送这次演唱会中的其他珍贵电视资料，希望大家还是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或者写信给我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让我们下期